小宁，自从遇见你，就让我改变了许多原则，也让我变得幼稚。我要直接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 夏小宁，我让你上楼取个资料，用得了这么久吗？还不走？不许走！ 就算有天大的事，也不急于一时吧。好，我给你一分钟，够吗？够。咱们老板真是被拒了吧？八成是，我要是老板，肯定都难过死了。你不仅不是老板，你还没有老板的告白。 处理一下。哇，这机会好看，都愣着干嘛呢？还不工作去？汪组长，找人把脏东西处理了。 最近和市场部门有交集的工作，你暂时先不用对接了。顾总，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。你怎么没接受谢飞的表白？怎么可能接受嘛？感情又不是儿戏。我心有所属。 你有喜欢的人了？有啊，摸不鱼啊。这个。哦，